TVBS 晨间快讯要带您掌握国内外最及时的新闻内容。首先要带您看到，这阳明海运的洞明轮在上周五是在宁波港发生了爆炸，相关的部门初步判定呢是这个爆裂物里面呢其实是包含了锂电池，只是后续或是这整体的损失到底该怎么来处理。根据 ETtoday 的新闻报道，这洞明轮的损失其实会由这个高等级的保险来承担，但是如果是船公司的营业损失就需要自行来负担了，同时也会透过调度要来降低影响。但随着呢现在洞明轮是暂时的停止营运，这宁波港呢也暂时关闭，预计整个波斯湾的航线运价将出现短期的上涨，所以上海航运的交易所上周五所公布的货柜运价的指数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呢每箱的运价已经高达了2208块美元。而接续呢要带您看到的是这个财经的焦点，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台股，其实呢台股在上一周里面呢是经历史上最大1807点的跌点之后，后续呢就连续的强弹，一周来就只跌了169点，但是这就代表后续呢就会持续来回稳吗？根据中时新闻的报道呢，近期的国际股市其实都出现了这个大幅的震荡，主要呢就是美国企业的季报普遍不佳之外，这个联准会的降息预期也做出了调整，导致包含美国、台湾还有日本的股市是全面的下跌。不过台股呢在国际的股市影响之下其实也出现了回档，而且呢仍保持了一个非常强势，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的资金其实还算是蛮充沛的，而且还有房市跟银建股可以来作为支撑。但是也要注意的是，像是这个 AI 伺服器的供应链，还有优质的银建股，甚至还有近期公布财报获利上升的个股，恐怕都会因为这个错杀而具有投资价值。接续带您看到的是体坛焦点，也就是巴黎奥运，其实呢就在台湾时间今天的凌晨已经是正式闭幕了，而台湾代表团的掌旗官是由杨俊翰还有这个女拳王林玉婷一起来担任，只是整个过程中跟隔壁的中国队跟美国队似乎没有太大的互动。根据 ETtoday 的报道呢，其实呢这一次巴黎奥运的闭幕式上面呢，我们就跟美国队还有中国队是一起站在舞台上的，但是呢这三方其实没有太多的互动，而中华队这次其实是多达18位的选手一起来参与这次的闭幕式，地点呢就在法兰西的体育馆来举行，而各个选手呢会依序呢来出场来做一些展示。而统整一下，其实台湾在本届奥运的奖牌数来说，一共是拿下了2金5铜，是位居全球排名的第35名，但是在芬兰却是挂蛋了，完全没有拿下奖牌，这也创下了纪录。以今年这个芬兰来看的话，其实今年包含出战的有这个13岁的滑板少女，还有女拳击手，其实表现呢都非常好，但是就是无缘颁奖台。根据 ETtoday 的新闻报道呢，这巴黎奥运结束，这芬兰也是史上首次没有获得任何的奖牌，也结束了从1908年以来每届奥运都有奖牌的记录。而刚刚也说，其实今年有非常多的这个选手，其实表现都还不错，但依旧呢是无缘拿牌。但是回顾过去，其实芬兰近几年的这个奖牌数都有显著的减少，以这东京奥运来说呢，其实芬兰就只拿下2面，里约奥运也就只有1面，甚至呢再往前的伦敦奥运也就只有3面的奖牌，所以这就让这个芬兰有不少民众就质疑了这个政府对体育的资源的投入还有管理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因为还有年轻人运动兴趣下降等等的一些问题。好，最后要带您看到，其实这个七夕情人节刚过，不知道您有没有来尝鲜来买这一款披萨，因为呢这披萨业者当时为了应景就推出了这个爱心形状的草莓玛吉披萨，但是这披萨却是让意大利人很崩溃。根据 ETtoday 新闻报道呢，这个披萨是引发了外国网友的热
烈的讨论，甚至让一名这个意大利的网友是直言，这真的是让他看到觉得非常的痛苦。但是这一款是针对七夕情人节推出的限量红线的之星披萨，有人其实是大赞哦，说他的创意真的是很前卫，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根本就是全世界最受到诅咒的披萨组合之一。但不论如何，或者是意见分歧，这一款披萨也的确成功在网络甚至在国际上引起了关注度。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最及时的新闻内容，将镜头交还给主播舒瑞。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